你20年前是怎么出道的？我是怎么出道？对，你有参加歌唱比赛？对对对对对。参加一个那个三立的。三立的。21世纪新的歌唱排行榜，对对对，哦，那个节目培养出很多优秀的歌手，厉害，孙协志、孙淑妹、南台湾小姑娘方顺吉啊，就是那个节目，还有现在的林佑欣啊，方佑欣啊，对对对，所以今天呢，这个20年前引来烈烈扣刷引来啊，当时这个节目很呛。就请，对对对，三立21世纪这个新歌新人歌唱排行榜，对对，当时的这个两位主持人来到这边帮你加油，来欢迎他们好不好？来欢迎彭佳佳碰哥，来马维新马佑，好久不见，哎呦，人来就好，还带来这个迎新喜悦礼物哦，哦，碎，好。没有过关有他的原因，对，一个人要过20关嘛，是，当年好像是忘词太紧张了，11关了，11关，胖哥他们过11关我都偷笑了，他本来过第3关，第一关我都不看好他，因为国语咬字不清楚，还好那一集每个国语咬字都不清楚，喂，因祸得福就对了，对，因祸得福，可是这证明一件事情，什么事？人只要有实力，是。你到后来慢慢就被发掘，对，还是经得起考验。今天的翁立友，哇，在东南亚，在华人世界，那开玩笑，是开玩笑的哈。来，今天我们有个重责大任呐。对对对，来，哦，所以说马妞要颁发这个20而立啦，出道20年。我以为今年20岁了。哦，哎，20岁，你是洋派啊？对啊，马妞，你哪年了欧北派？你是要算几回哦？你我之前要算鬼啊？是这样嘛？20而立，20而立。你差点要不要讲30而立？因为三弟呀。二十。二十而立，好，我哥怎么样嘛？几个锤林是30而立，好，所以呢，谢谢这个马妞马姐能帮这个欧丽友呢带上20而立的这个彩带。那后果，你把你的脑袋拿出来了，脑袋，这个蛋就不得了了。这个什么呀？我们短了呗。我们丽友兄友哥即将攻蛋啊！哦，攻上小巨蛋，掌声鼓励。今年啊，今年生肖是属鸡，是鸡下蛋，而且今天碰哥太用心了。蛋还用这个孔鸡咩？叫做 only 有这个小巨蛋单金固吧。单金固，我单金固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有实力人不用怕了，没事。不过啊，怎么样？讲清楚。没有时间该是你的时候，跟过来的是 only 有的天年来到。是。啊，所有闽南语歌曲将会以 only 有为指标。啊，不可能。那当然。哎，我来跟我一起会合。啊。就差没有唱到碰哥的作品了，是不是？希望今天碰哥，你看到这样子，你一路看我长大的啊，看今天回去有没有什么灵感可以写出，一定，对不对？你一路我一路看你长大，你一路喝马姐的奶水长大。谢谢奶妈。哎呦喂，做奶妈，你都把最好的给我。謝謝，真的，果然是过年是扣刷了哈，过年是扣刷，因为20年前马姐就很有刷了啦，那很有刷，就有三了。我当初哈从彰化上来一个乡下小孩子，什么都不懂，然后对演艺界都不懂，然后看到电视上的名人碰哥跟马姐，好怕就一惊一激动。是访问他的时候，我都会对，我问他欧丽友，你不欧丽友来参加节目怎么样？哦，好，结束。没有什么话，而且我会一直后退，一直后退，我不敢，我不敢相信电视上在看的人就站在我的旁边那么近。有这么害怕吗？不是，就崇拜力呢。不敢相信，很崇拜，然后会觉得说，哎呦，真的还假的？然后当时很紧张，碰哥，尤其是马姐啊，对，马姐看到我在录音的时候啊，就喂你吃奶。怪怪的呢，怪怪的呢。这个
这个事情就别说了。五零五零零，哪里写二零？别，这个事情说的是真的，真的啊。对，没有给他果汁喝，让他紧张几下。对啊，伊都叫我卖金丢，他说卖金丢啊。所以你有真的当时感受很深，就一句话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就是靠两位、是大哥大姐。不过说真的，我想问一下这个碰哥跟这个马妞，你们这二十年前看欧力有比赛这样子，那时候很生嫩很青涩，一路这样走来，哦，后来得到了一纸合约，开始这个进入歌坛奋斗，到现在你看独当一面的歌王，有没有觉得哇？真的，这个孩子不简单。就与我荣焉呐！当人家讲到欧力有我，哎呦，就刮，我就毛唱歌。你讲怎样？因为都会出来。出来。出来嘛！我哪里出道？哪讲？是的。都会出来。为什么都会出来？出来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能乖乖。没有，我们会与我荣焉的，就讲欧力有现在不管在华人世界的闽南语歌曲界，是成一方霸主。对。对，我们会沾。有现在反而是我们有沾光的感觉，是以为就可以把这个啊，演唱会然后欠嘉宾，开口了，开口了，因为你当然你叫冰桶加嘉宾，但是变嘉真真的，嘉宾，哦，人笑话呢，人笑话呢，哎，不然这样子，六月十七号你先来给碰果来唱一下，哎，六月十七号，六月十七号，别人的场未使讲，未使讲，未未未无，未未无咧分这，只要碰有跟马姐，像马姐她在主持这个网络的平台，我也去，对，她也来啊。哦，啊，大家其实也该跟她一个大家庭，好像是大家庭，平常大家就是吼，互相的扶持帮忙，然后修经啊，真的互相的扶持。扶持的，互相扶持。不过说真的，这个今天难得看到这个碰狗跟这个马妞算是再度的合体，要不要给这个欧力友明天就要开票了啦？给他演唱会一个最棒的祝福，好不好？明天开票，明天开票就开始售票了。明天开票，后天就卖完了。对呀，秒杀！下面明天，下面后天卖完，十分钟就卖完啦。啊，就明后天那边卖的股票啊。哦，就是明天。不，哎，莫讲安尼，哦，我就听。大家讲，啊，你拢十分钟就无，啊，你拢歪配啦，加走一撮。你爱讲吼，你爱讲，我安怎讲？哎，安怎讲？对啦，你爱讲二十分啦。就这样。哈哈哈！没啦，就十分钟。是公蛋吼，就是利友的歌声很有震撼力。我希望呢，全国的朋友，不管你住哪里，五营来代表。9月2号，九月二号，我来9月2号。对，我们快点啊！他那个五啊，这个空，九月二号没空，你我早点回我。所以大家到现场去感受一下，欧力有现场那个震撼， Powerful， 因为我们都感受过，对，那是很可怕的。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，因为我中华音啊哈，是啊，中华啦、苗栗啊，个云林甲嘉义，因已经拢咧。预定是嘞，游览车，包车啦。哦，到时游览车啊，要包车起来，甲我加油啊。是。啊，其实我拢足歹势，我路头较远吼，所以因讲，嘿，啊，我阁开暗时啊，7:30开电话，7:30完了，交通部已经讲好了，是9月2号那天国道管制。啊，我以为是国定假日。不要乱讲，是有公力有。高铁还为了我，对不对？特别加班是。哇，那谢谢碰哥，对，我是交通部的，对，谢谢，对啦，谢谢碰哥，刚刚这个给这个欧力有一个很大的鼓励。那马妞你呢？我觉得因为当初不看好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很深色，你也知道在演艺圈，他不是要多讲两句话的话，怎么能够卡气？你给我卡气，后边谁冲下啊？我都唔知看到恁两个，我拢会想讲主动。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精神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可以学习，就是他不放弃。对，虽然他遇到很多次挫折，哎，今天你看他站在舞台上，好像博得这个掌声是好像应该的，但是他中间有自己落泪，到底要不要？干脆就回去找份工作做。对对对，他真的有放弃，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神力让他说。啊，我都爱唱歌，无安怎，我继续唱落去，一直到有人尝试，结果真的伯乐就出现了啊。所以这一路走来，真的天生我材必有所用，以前一整句嘛，但是人生经过了这20年来的历练啊，我觉得天生我材必有所用，人生有的时候要停顿一下，要逗点，那个整个意思是不一样，要感恩。天逗点，生我逗点才有用，所以一切都是真的很感恩。哎呦，你在碰狗面前班门弄斧，真的现在
好会讲哦。我也考虑超级夜总会把许孝顺换掉。这个哈、啊，主持这个还是希望有演艺界的这个灯塔碰哥来带领我们。已经做到灯塔，他在管船只的。以前我在迷失的时候，你也是我的灯塔。哎呦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我只是一个那个 LED 灯塔。他是灯塔，你是妈祖。喂。好了。感慨了。真的。一个人被形容成灯塔。没有办法，表示那个是指标，是指标。吹风宝地的。全世界灯塔最亮就你了。真的。你看这个两个探照灯，对不对？最亮了。好，那个今天人无法挡，真的。今天这个台上虽然就大家这样说说笑笑，可是真的是很要感谢碰狗跟这个马妞呢来这边情谊相挺，真的很感谢。哎，就抱一下好不好？烂姐啦，真的啦，哦，感谢。20年前的扣刷，现在20年过去，彼此变成彼此最好的好朋友。来，哎呦，来，吼、哦，三个要不要一起拍一张？好、哦，对，三个一起，对，抱在一起好了啦，吼、哦，三人行这样子，必有我师焉呐、啊。好，来，哎，应该抱我吧？对，哦，来，对，姐，今天三个人颜色色系很搭了，好，来，谢谢，感谢我们这个今天记者会的嘉宾，再次感谢冯佳佳、碰哥，谢谢我们的马维新、马妞。20年前 ，Only 有参加这个三立的新人歌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，真的很感谢。哎，右手边再看一下下，明天就要正式的开票了。希望这个刚碰狗哦，金口一开，我们就能够呢，马上在20分钟之内门票卖光光。